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今晚 AG 将会迎来秋季赛的第二场比赛，对手是狼队。现在官方已经公布了首发名单，九成终于首发登场，效应轮换下场，猫神也留在了场上，而大家猜测的初晨也继续首发。至于会不会和一诺轮换打野，这就要看今晚月光的安排了。目前这五人的阵容在微博杯还是打出过一些成绩，再次经过几天的磨合，相信配合上会更进一步。而今晚这场比赛对 AG 来说至关重要，不仅是九成的首秀，而且 AG 已经拿出了最强的阵容组合，几乎是全明星阵容，甚至可以说是群星璀璨，联盟里没有哪支战队的人气会比 AG 现在的高了。如果今晚 AG 再次输掉比赛，那么他们面临的压力将是空前的，因为他们已经拿出了全部家底，转会期引进的重磅选手全部都在场上，这十人的首发名单已经没有比这五人更强的了。如果继续输，那么就是两连败，不仅很可能会掉入 A 组，而且对士气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 AG 确实是 KPL 联盟人气最高的战队，但是他们面对的压力也一直都是最高的，第一场输掉之后已经被骂了一遍，连败对 AG 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，或许会再次引发群嘲。希望 AG 能顶住压力，今晚能够打出精彩的比赛。对手狼队的秋季赛成绩是一胜一负，比起世冠已经算不上强势， AG 还是很有希望赢下比赛的。小伙伴们认为今晚的比赛会是几比几呢？